数字怎么读？我们看第一个句子，李丽的生日是1993年12月25日。1993年12月25日。第二个句子，他的手机号码是159123456789。159123456789。我们在读电话号码的时候，常常把一读作幺。第三个句子，他一个月的工资有27521元，27521元。我们在读前数的时候，常常把二读作两，比如2元、200元、2000元、20000元。但是它，我们还是读作20元，20元。它，我们可以读作200元，也可以读作200元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